你老支我出去干啥？有事儿啊？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，我要用这房子。干啥呀？猜还猜不出来吗？又要相亲呐？对了，你怎么一到年根底就扯这事儿呢？谁呀？这是？不是我相亲，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。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？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。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？正理儿呢都上男方家相亲的，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。就是那小宋是吧？你还挺聪明的，猜对了。不，你怎么老惦着他呢？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，从6楼跳下去的，都没摔死他，他回来了又。我呀，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你情敌吗？给他安排出去，你不就放心了吗？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。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，还我情敌？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的呢吗？还不让我进去吗？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？这不是吗？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？你不出去不好，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。那女的班上得先到，你帮着接待一下。我咋接待呀？说好话，夸小宋啊。我夸他1米78大个，那长得白白净净，双眼爆皮。上帝呀、啊、我们又撒谎了。你说你那是说话呢吗？那我夸他啥？你说说咋夸？夸优点呗。他有吗？会扭秧歌吧？会体贴人吧？积极向上，乐观主义精神，救人的笑声，你有吗？你上精神病院听去，到那都是夸的。行，我夸，咱俩把小宋送走，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，是不是？那个屋收拾干净了，就这还造埋汰的，收拾收拾。好，我接人去啊。嗯，给我屋收拾收拾。行。我就是该他的，这一天嘚瑟的，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，那才乖。哎呀，这啥事儿来的？不是还在家吗？啊，来了。你好。你是相亲的吗？坐。海燕呢？啊，海燕呢？刚出去，你没用着吗？真有意思，还躲出去了。坐下，坐下，没事。那个海燕跟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？没咋细介绍，还介绍啥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？个头没问题。来，你站起来，我看你得多高。大哥真直接。见面跟我比一下，那比吧。来，站起来，我量一下。没有，他得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，我告诉你。不用加鞋垫，个头吧不是问题。个头不是问题，黑点行不？黑显得结实，白显得健康。走啊！海燕呐，你说我这心呐、啊，咣咣的这个跳，这我这嗓子眼细，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。我完蛋，你怕啥的？就相亲，成算不成拉倒呗。那女的也不吃你。我不怕那女的，我怕你那表哥。怕他干啥呀？他还在里屋住呢。对呀。哎，海燕。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整？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？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？你表哥挺好的，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。哎呀妈呀，那样呢？别磨叽了，快进来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呀，来了啊？这是谁呀？我啊。小宋吗？咋还戴着眼镜呢？眼睛坏了？这不海燕告诉我吗？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？这多少度的？这家还整个……哎妈，你这没镜片呐！大哥，你怎么老揍我老爹？我告诉你，这女的不错。嗯。
别整假的啊，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。啊好、嗯、好来了来了，唠咋样？我都铺平垫稳了。那个丽蓉啊，燕燕儿啊，你回来了啊？你说那个躲出去干啥呀？这谁呀？你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我。我们跟海燕是舞伴，一起在一块扭秧歌。啊，海燕，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？母亲半夜睡不着觉，就看书啊，成宿成宿的嘛看嘛。最近呢，就迷上那三国了。你说里面那唐僧啊，把我气的，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。要我说，里面最糟心，还得说那八戒。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，那得恼火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你说哎呀那，哎呀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！你这看的啥书？看串了咋的？看小人书了？看杂了？没有。别看书了，是气人呐！告诉你啊，铺垫的好好的，咱们聊聊。那什么啊，丽蓉啊，那个你在这屋了，你上那屋去。啊？你上那屋去。好。你在这唠啊。那个燕儿啊，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。啊，不对，你俩先唠。我跟他唠会儿，唠吧。哎呀妈，一年没上这屋来了。来，让我端详端详。哎呀，哎，大哥，啊、你们发现没？你拿花干啥呀？怎么的了？你们发现没？啊，你瞅着长得哈，真有福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眉清目秀，双眼爆皮呀、啊！我是爆皮，脸皮上风吹的，啥也没擦。不用擦，一脸的旺夫相。你老头死多年了？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？你这啥呀、啊？这是？没事，表哥，我说那个旺吧，是忘了的忘。那旺夫相的死老头，我得给他看看手相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介绍对象，介绍对象，介绍对象呗，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？哎呀，你看妹子，你理解差了，他可不是算命的，那啥，他吧就是懂得多，会的杂，知识渊博、嗯，看得还准呢，看得行、啊。哎呦我的天，小宋，哎呦我的天呀，你瞅瞅，下手了，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，在三十左右岁折的。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，到四十六七岁接上的。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？四十六，别吵吵。哎呀，咱俩的命啊特别合。你看看啊，你是水命，我是木命，船底木命。就不怕你的水来泡，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了，别把我冲那屋去，那屋大哥是火命，再把我烧了，你说咋降不咋降？哎呀，去年来不是星座吗？这咋还算个命了呢？哎呦我的天呀，那是去年，去年信星座，今年信五行，那是五行，你说行就行。听你的，金木水火土，六十年一轮回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你克我，八瞎，咱俩又不是两口子，怎么能克着你呢？你啥命？我苦命。你看，你土命，我木命。大哥，你生我！我的妈！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来？你这小宋啊，嗯，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。来、嗯，你怎么还下手了你？你呀，不能这样，你得练练谈吐，不能光吐痰，知道吗？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。这样，嗯，我教你一首诗。啊，多看书嘛，你不说你看书吗？啊，
这是高尔基的诗。高尔基是哪个演歌队的？苏联演歌队的。参加过比赛吗？参加过。高尔基是谁？高尔夫是他大哥。那高尔夫又是谁呢？高尔夫像你，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。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那是个诗人，作家。你说大哥，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，你说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、啊！来，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啊。嗯。来，大哥，你给我打个样。一会儿啊，我教教你、朗诵诗啊，得有底气，胸腔共鸣、口腔共鸣、脑腔共鸣，好几个共鸣放一起。啊。明白了。听着啊。啊。哦。要比赛了，训练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乌云狂风，还认字呢、啊、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。不是，哎呦我天哪，你干啥呀？你说这屋老爹俩唠会儿嗑，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？还说我高傲。你有啥关系？你们这俩，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，咋都这么没文化呢？这诗你别找上，记住吗？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、没事，我让他练练文化，没有挺有文化的，去吧、去展示一下啊、共你说他不咋念。妹子，你是不是大哥？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。你这干啥呀？玩意儿给我吓一跳！我没有准备呀、你俩这什么玩意儿是啊？别害怕，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鸡，高尔夫的鸡，高尔基的夫。诗，诗。念念念，啊啊，在苍途的，哎呀，你那一会儿到四平了，去天灵啥的，这怎么着？苍茫，苍茫，苍茫，对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。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，让我们在这牵念，来这黄昏恋。哎呀妈，大哥呀，你问我怎么办？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，你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妈！那个啥呀，妹子，小宋这人可幽默了，就是乐观主义，总这样哈哈的。我说有啥说的没？没啥说的，没啥说，就这么定了，行不行？行，那同意吧。海燕，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，行不？咱们喝点。不吃饭了。对了，搁这儿吃啥饭呢？这个不是我抠，俩人出去边吃边聊，那多有情调啊！是不？真行啊！咱都吃去啊，妹子。改天秧歌队见。行。大哥，咱俩上哪吃去？哪都行。你出来干啥呀？你出来干啥呀？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？你不说完了吗？那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大哥啊，走啊。我不去了。你看你客气啥啊？没事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搁家吃点得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咱俩不说好了吗？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啊？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？快走。那海燕呢？我怎么蒙圈了呢？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？那个赵老汉，你把手撒开。啊，我让你把手撒开。我说他转的我。
仨呗。不是这，不是，你干啥呢？赵小孩，你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我问你啥意思呢？你啥意思？我这不明白了吗？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？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，你俩好在这过吗？这不明白的事吗？谁还看不出来呀、啊、你啊？你说那话，你是血口喷人。我怎么喷你了？咱俩离婚了不假，没办法呀，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。你愿意相中谁呢？你找谁去？我从来没当着过你，不带那么干的。给人家介绍对象，你给撬来了？这是叫我撬来的呢？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？这不你送到手的，我哪知道啊？我明白了，燕儿啊，我整误会了。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的对象是他呀？可不咋的，这个是你老伴儿。对，我不是，俺俩是邻居，我一直搁外边住。哎呀，燕儿啊，那可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？啊，那真的吧，你俩离了？早就离了。大哥，真的，他不要你，我要你，跟我过去走。啥呀？你不不要了吗？小孩，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？对吧？我不去。真的，嗯，我瞅你挺渴的，我给你留个名片吧。以后没处去，上我那去，咱俩成不了夫妻，我当哥哥养你啊！拿着，我给你保管。你给我的名片。那个燕儿啊。真的，还有没给我一个呗？你去一边去吧。那个燕儿啊，我回去了。不管咋说，我谢谢你。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，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。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，你别给我介绍。我气死我！那什么妹子，你那东西得拿着。还让给我拿了，我不要了。对不起了。你这又黄你一回，一年一回呀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。你可长点心吧，介绍个对象能介绍岔劈了？我看你五五渣渣，你一身能的，你就不出息呀你呀。我告诉你海燕啊，这个克那个，那个克那个的，我看呢就是你克我，你瞅你那损塞，你瞅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。